他发现这张七万的留着的话，等到我进三六万的时候再退七万，对，下家可能会吃一栋牌又退六万出来，是，或者是人家碰牌也有可能，是是是，有可能有可能，哎，左右邻居嘛，是，刚好是那种两对半的那种，尤其是最好的，尤其刚吃到三万，对，人家比较不设防三是的，三六万，对。玉人打牌吗？他最近常上那个直播桌去跟那一些他的好朋友的对培养感情。哇，那这边爆搭咯，对，丙红这边爆搭，爆搭还好、啊，对啊，才七九条、啊、蛮好处理的，对。九万的三桶碰到就听十七万。三条直接走，九万有机会了。现在单调白皮的剑龙，好，直接胡牌。小三，其实他如果九条先走的话，对，这个白皮还不会那么快打。嘿，因为说实在，他碰一个中花材的时候，好，第一节阵结束了哦。对，好，现在是南风北，待会我们上下换位之后。我们现在选手休息一下，然后上下换位之后，我们稍后回来。